扫一个场所嘛。哇，早上太舒服了吧，清晨的那种风，然后带着那种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，就有那种草的芬芳。现在7:50，有人说8点就吃不到他们家的油条了，所以我现在就去看一看能不能吃到。好棕啊，我先打11路腿车去这个纯油条，带你们看一下安仁古镇早上。哇，这是油血旺，就这一家，那个来吃哦，老板。Hello， 阿姨他们都起得好早啊。城市的园丁。还是挺好逛的，陈油桥。哦，这正在这里。你那是卖完了都没得了吗？好。好，我两个油条和一个糍粑，还有个豆浆都在那儿吃哈。好的。老板，先给我端个豆浆上来。哦，一大碗的豆浆，看一下。看这个豆浆，它是有那种豆浆皮的。啊，2点谢谢。这边叫油糕嘛，我们重庆叫糍粑块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其他地方有这种不一样的叫法？啊，它是那种有花椒椒盐的。里面是糯米。可以了。好嗨哦。你们的油条蛮好，看不得了。两根油条啊，两根就这么多啊？哎，哎，人家的两根，我的两根，那我这是一根嘛？没关系，一根够了。还好老板忘记我是点了两根，我待会儿要去吃其他的呢。油条，我这样看起来炸得透亮透亮的。油条就是一定要浸满这个豆浆的汁儿，呜呼！因为它也是现炸的，它炸起来那瞬间我感觉不是特别脆。老板，我多少钱？然后我们就去下一个吧。现在我们要去这个樊三娘手工铁水面。樊三娘，啊，樊三娘还没开，他这里有电话。啊，你们今天开门了，老板？哎，今天不开门，明天开门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。啊好。哦吼，洋芋糍吧，在那儿啊？那这个是什么？它也是阿坝州特色小吃啊。找一下它的店铺。一模一样的，原来就在这儿啊！它的定位是错的哟，你们不要走错了。这个洋芋糍粑的定位就在樊三娘的旁边。老板，你们好久没到哦。你要吃哪个嘛？你们招牌是哪个嘛？油炸的酸菜。要个小份油炸和小份酸菜嘛？要的吧。一般的糍粑都是糯米糍粑，它这个竟然是土豆糍粑，就感觉吃起来没有那么顶。每次过节的时候，都很多人来体验这种大这种的。自己会打吗？是阿坝州的一种民族特色。哦，你们是阿坝州的人呐？他们是这样子，用这个葱，据说这个比糯米还粘，你们打过吗？千锤百打，炸的土豆糍粑就好了，酸菜糍粑就好了。这碗还是挺多的。哇，必须给你们看看酸菜的，太好大一碗了！天，还好我没有去吃饭三娘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油炸的土豆糍粑，他们有三个碟子，一个白糖的，一个干海椒面的，还有一个，你们不能想想，土豆必须蘸番茄酱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。你们有吃过这种酸菜的糍粑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吃，好浓啊！它不是那种糯米的糍粑的那种粘扯粘扯的，是那种软软的、柔柔的，然后是那种面面的土豆。好神奇的口味啊，是那种煎鱼那种糍粑，然后跟凉粉之间的那种质感。它这个酸菜的味道特别有那种东北酸菜的味道，微微的酸，一点都不咸。
好吃好吃，没有去到阿坝州也可以吃到阿坝州的小吃了。我觉得这碗酸菜糍粑这种工艺是我不枉我今天早起一遭了。嗯，我们来吃一下这个油炸的糍粑，先蘸个白糖。哇，然后再吃一个这种海椒面的，哇，好香。阿坝州是吃那种土豆跟蘸那种辣椒面是出了名的，所以你们可以想想还海椒还挺香的，跟外面的那种机器生产的辣椒还是不太一样的。再蘸个番茄酱，哦呦呦呦呦，它那个土豆好软哦。完全是吃薯条的感觉，但是呢它又有那种糍粑的柔软，但是一点都不粘黏。蘸点番茄酱，加点白糖，再加点海椒面，这个吃起应该很舒服吧，这个甜辣味的。这个我待会儿打包边走边吃，毕竟我还有一家油水往事，心头的心心念念。这个酸菜好吃的，老板儿，我把那点打包嘛，嘿嘿，这个羊醪糟开了。老板，你们招牌是啥子醪糟啊？五合城。我要一个那个冷牛奶醪糟嘛。好。哎，再帮我先揉这个粉子的面团，然后这个醪糟已经发酵的差不多了。哦，还有点一点凉虾，加点红糖。连牛奶要白糖的哦。哦。那时候都要红糖嘛，都要红糖。搅和了吗？我腿快，你妈以为钱太我了呢，再偷多了不行，偷多了那个。好，粉子直接放上面来。太满了。阿姨给我放太满了。满满的一碗，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口味，他们这边还有其他的白糖粉子、红糖粉子，然后各种什么冰醪糟啊，然后冰牛奶啊，我这是点的冰牛奶的。看到这种名字，什么羊醪糟啊，然后或者说什么油血旺啊，还有刚刚的那个什么陈油条。你们就吃他们的招牌上面的就不会出错。哇，早上你吃完那些热的东西，然后走一会儿让胃消化一下，再喝一碗冰的这个醪糟兼滋了。因为它里面放了什么山楂呀、葡萄干这些东西，吃起来层次感还是有的哟。这家在古镇里面还是比较出名的，我反正我在网上看评分还是可以的，棒！今天也是吃吃喝喝的一天。哎，这小黄还在这等我嘞。Hello， 你还给我撒个娇呢。来自人类与狗的深情对望，哎呦，吓我一跳，妈呀，吓得我虎躯一震。我这一次来安仁的那个第一个印象就是安仁这边的人好热情啊，昨天那个烧烤店的老板也是特别热情，然后刚刚的那个羊醪糟他们的老板也特别的热情。我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就应该吃一下油血旺？你们好了没有，凉凉？好。哦，买中餐是吧？那我们就安安静静的逛一下古镇。好啦，今天的早餐之旅就到这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